题。直接把手表扔了就行。再说消化名字，你这是摘表名字是吧？哎呦！哎呀！天哪！好，给自己加油！漂亮，没问题。虽然自重比较大，但是那个侧身那一下还是非常灵活。小变步，哎呀！哎呀！来吧，文文，文文在通关这一项上也确实有着极高的成功率，而且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，每一位星际注意团的成员都会有自己的通关小妙招，每一关都有自己通过的诀窍。是的，我刚才这种落地立刻用双手支撑稳定住的，没有长时间的这种经验是很难做到的。大长腿一步一个，漂亮！第三关，好，慢慢的站上去，踏过来。什么意思？没关系，时间很有，时间还有很多，所以可以慢慢来。每一步过去都可以用双手先稳定住身体。没问题，第四关。迈上来，对方向。漂亮，他把自己的身体完全交给了我们障碍，所以他可以稳定在上面。要让你按下确认按钮，来吧云鹏，来重复一下账单。你说烧烤设备8000元，8000元的烧烤设备没问题。刚才由于文文的帮助，前四关已经成功通过了。那接下来你会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是就此确认账单，第二个选择是参与我们的翻倍挑战。来，一会儿呢，你会手里会拿到这个锤子，那站到红色踏板的顶端，利用踏板本身的反作用力一跃而起，敲响对面那面上下浮动的锣。当你敲响的时候，幸福账单为你买单的灯箱就会亮起，你的账单8000元就会变成16000元。我珍惜文文的劳动成果，那尊重您此刻的选择，8000元的账单成功确认。好嘞，一会儿喊出节目口号，幸福账单为你买单。